习近平指出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，中国将隆重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。我们将继续积极推动中国同联合国合作迈向新台阶，为联合国崇高事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习近平强调，一年前，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峰会，承诺合作抗击疫情，携手应对挑战，坚持多边主义，加强联合国作用，构建今世后代的共同未来。习近平指出，一年来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，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，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。习近平强调，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，人类社会已被深刻改变，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，每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必须以信心、勇气、担当回答时代课题，做出历史抉择。第一，我们必须战胜疫情，赢得这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。人类总是在不断战胜挑战中实现更大发展和进步，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弘扬科学精神，秉持科学态度，遵循科学规律，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加强国际联防联控。要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，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。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苗。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，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基础上，年内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。中国将继续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，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。第二，我们必须复苏经济，推动实现更加强劲、绿色、健康的全球发展，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、协调、包容新阶段。习近平提出全球发展倡议，一是坚持发展优先，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，加强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，保持连续性、稳定性、可持续性，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，推动多边发展合作进程协同增效，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。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保护和促进人权，做到发展为了人民，发展依靠人民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，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、获得感、安全感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三是坚持普惠包容，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，通过缓债、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，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，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问题。四是坚持创新驱动，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，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，打造开放、公平、公正、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，挖掘疫后经济增长新动能，携手实现跨越发展。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完善全球环境治理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，实现绿色复苏发展。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，但我们会全力以赴。
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，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。六是坚持行动导向，加大发展资源投入，重点推进减贫、粮食安全、抗疫和疫苗、发展筹资、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、工业化、数字经济、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，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。第三，我们必须加强团结，践行相互尊重、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。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，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。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，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。外部军事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贻害无穷，要大力弘扬和平、发展、公平、正义、民主、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，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。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国必然失败，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。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，包容而不排他，构建相互尊重、公平正义、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，扩大利益汇合点，画出最大同心圆。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、和睦、和谐理念。我们过去没有，今后也不会侵略欺负他人，不会称王称霸。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，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。第四，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。世界只有一个体系，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，只有一个秩序，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，只有一套规则，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。联合国应该高举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，成为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、共同分享发展成果、共同掌握世界命运的核心平台。要致力于稳定国际秩序，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，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方面走在前列。要平衡推进安全、发展、人权三大领域工作，把各方对多边主义的承诺落到实处。习近平最后强调，世界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，我坚信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，让我们坚定信心，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。